林志颖和陈若仪结婚七年，育有大儿子 Kimi， 双胞胎儿子 Jesse Kyson， 时常 po 照记录小孩的成长点滴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12月5日刚好是双胞胎儿子的两岁生日，林志颖在脸书发文表示，可爱的宝贝们两岁了，原本只是想拍张幸福的合影，没想到被 Jesse Kyson 联合起来用蛋糕上奶油抹脸，一个生日会变蛋糕站。照片中可见父子三人围着写有 JK 生日快乐的蛋糕，上头插着两只红色的小蜡烛，然后 Jesse Kyson 似乎对吹蜡烛不感兴趣，反而更喜欢蛋糕上的奶油，纷纷伸出小手沾奶油后往爸爸的鼻子上脸颊上抹去，场面十分逗趣。 Jesse Kyson 两岁生日这天，妈妈陈若仪在 IG 祝福儿子生日快乐，并感性表示，谢谢你们来当我的宝贝，祝福双胞胎儿子每天都开开心心平安健康，成长的路上能安心做自己，爸比妈咪永远支持你们，爱你们。同时公开 Jesse Kyson 快满两岁的预兆，可见两人脱光光趴在浴盆里纷纷看向镜头，露出灿笑。除了儿子裸照外，陈若仪还抛出 Jesse Kyson 出生第一天熟睡的模样，引来许多网友齐声送祝福。